先把诉讼法相关的修正草案，台湾民众党党团，我们自己会开会做出咨询。那提出党的立场跟看法。那决定的时候，大家一定会表态想反对看法。那你的看法是？我的看法，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很清楚。这件事情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咨询过，我建议你去看我的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咨询。那你个人是赞成翁委员的，比较倾向于赞成翁委员，还是比较倾向于反对？我还是再说一次啦，这个事情很复杂，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。你如果真的是认真的、有兴趣要知道我的想法，以及外国的立法例，就请你去看我的咨询。所以到时候会一致投票？是，没有问题。但黄委员、黄珊珊委员本身是反对的，那怎么说服？然后我是说跟着他的意见。我觉得党团的讨论就是大家讨论，那黄珊珊